啊，Hello 大水哥，这个王者荣耀这个限定皮肤已经确定时间还产了，10月26到10月28，冰封战争还有美猴王限时还产，不要错过。然后10月28登录啊，还有送1028金币，我还说送1028点券啊，是吧？什么时候改成点券的话，那就美滋滋了。然后啊，对啊，今天开换了这个，开始了这个兑换啊，这个飞天啊，我们可以看到。怎么兑换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活动规则，是吧？它是3号，也就是今天开始。然后怎么呢？反正就是累积获得必得啊，是吧？然后每日通过登录游戏共享图集给好友，可获得解锁图集资格，每次可随机解锁一张纪念图，累计解锁12张，是吧？就可以获得最终奖励杨玉环的皮肤。共享的图集每张已解锁的图集都可被共享给自己的好友啊，然后领取限制是，每个图集共享出去可获取2次啊，可以领取2次，每个账号反正就是可以这样子，对吧？可以分给队友啊什么的，然后我们来分享一次啊，解锁一次，他给我解锁了周年庆音乐点啊，好确定。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共享到空间去。这样就等于 又有一次机会，是吧？等一下，我这卡住了啊 ，QQ 有点卡，发表一下，然后我们这就共享成功了，对吧？然后再，哎，我们是共享成功了吗？再点一下查看任务，领取之后就可以这个解锁图集，对吧？幸福有100种方式，抢到大龙推掉水晶，还有每天98次的胜利。过去一年，你和女娲赢得了127次胜利，金牌19次，银牌27次，就连败荒 MVP 都达24次。看来我的本命英雄是女娲呀，对吧？还是不错的啊。然后就这样的，哎，一天两个的话。这只就是12个，就6天就可以搞定了吧，对吧？6天就可以拿到这个免费的皮肤，然后这个时间是到11月2号，还是比较短的啊，还是都能获得，非常容易啊。好，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吧。大家有没有去参与这个任务啊？欢迎大家进行定量参与。这个皮肤的那个特效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那我们就到这里啊，下次再见。今天手机上面啊就不展示那个3D视角，视频已经做过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啊。